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早，六先早。那我们今天现在要去哪边？我们现在要去中立厂开工，开工拜拜。我们到板桥车站。OK OK， 走。那今天过年有去哪里吗？没有啊，就待在家里。哦，待跟家人在一起，对啊。哦。还有回去台北副总的娘家嘉义。住了三天，老家在嘉义，对对对，今天四点半就起来，很兴奋，今天可以跟大家高高兴兴的度过这2024年，我想2024年龙年一次龙腾虎跃，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。今天行程很满哦，啊对对对对，因为要两个小时以内要赶完中立、中和两个工厂的开工，还有台北公司的开工，这三个地方，那两个小时以内要把它结束，所以我们今天。没有开车，就是以坐高铁的方式去中立工厂。而且，所以你平常去中立厂，你都怎么去？就平常吗？我都开车，我开车很方便。其实从我们综合厂到中立，大概正常开车大概40分钟就到。哦，基本上从公司出发也大概45分钟，50分钟就到，所以这样很方便。如果高铁，因为离工厂很近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坐高铁到工厂。对，如果有客人的话，他从桃园机场下来到我们中立工厂，大概就20分钟。然后我们中立的。工厂离桃园高铁站大概就10分钟左右的车程，很方便。现在大概9:10，我们中立的开工已经结束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再坐高铁，搭高铁回板桥。那我们要回中和，去做中和的工厂的开工的仪式。一个售完，热的嘞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对对对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对对对啊。不能只吃保健品，当然要吃，还要吃一些这个食品，对不对？甜的甜在心里，心情又好。今天又是开工日，工商，对，工商一下的。但他们，我跟他工商，他也不会给我付我广告费。星波咖啡 ，KFC， 在哪？那个从自动贩卖机拿到。最后一个，平常会吃早餐吗？不会不会，大概就喝咖啡或喝茶，基本上都喝茶。我们去中和，要回板桥。
好的，那个我们刚开完会，我们现在去吃饭。好，我们今天跟 IP 姐去吃饭。OK， 哇，超多人，超多人。本来想要吃福州干面，清心寡欲一样，是简单吃一下，结果还是要等拉面。我家拉面很棒，很好吃。对对对，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来尝尝看。对，不是股东，各种工商，我有在工商时间。早上的新波咖啡，对对对，还有 KFC 的蛋卷。对袋子怎么做？它是连续式的，就是事业、爱情、精神，它是五个，一直转，五个循环。一天就要过了，对啊，那这早上七点多出门参加开工到现在，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的资产都在同事，都在我们的员工身上，而且我们的员工呢，真的也需要我们的照顾。那照顾其实有分很多种，最简单的就是薪水给他，然后他有好的工作环境，有好的前途，然后有好的薪资。可是我自己个人认为不是这个只有这个样的一个角度哦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，其实都想躲老板躲得远远的，就像啊老板找我一定又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啊，对我什么样的那个。但是我现在觉得年轻人他其实某些程度是要需要被关怀的，所以我就自己也不是说发下宏愿，就自己想要做这件事，从两三个同事现在50个、60个，到现在公司大概220个的员工，我希望要求我自己能够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同事的姓名，最起码叫得出英文名字嘛，因为公司的习惯大家都是叫用英文名字。那我们也希望透过逢新这样的大家庭，不管是台湾全新逢新，或者是我们逢源宠物这一块，我们更希望它是一个家庭式的一个氛围。当然。家庭式的氛围，它就好像是一个很 easy 吗？很 daily 吗？很慵懒的话，绝对不是。我们反而就是因为家庭式，我们什么该去加班，该去火力集中在哪一个点，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。我们不会说啊，这是你的工作，不是我的工作。我们只要接到命令，接到的工作，我们就全力以赴。我想这是一个团队的合作，所以我们才说了，我们是一个有脑子的代工厂，我们是一个医药专业的平台，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一个速度，能够把我们的工作让客户满意，让我们的供应商也信任我们，让有更多的好的产品带入台湾，能够把好的原料制成好的一个产品，能够出口到全世界，这是我一直想要的。所以我想借由叫出彼此的名字，然后拉近距离，甚至我们的外籍同事哦，虽然他们很多来自于菲律宾，哦，很多的越南的同事哦，他们的四个字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没问题啊。我们叫阿草、阿芳、阿林，对不对？阿香都没有问题，但至少就让他们拉住彼此的这种关系，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。
也因为这样子，我希望我的客户也能够 体会我们的用心，然后我们的供应商也知道我们很专业的在帮他们推销他们的产品。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。好，要六点了，那今天的工作就到这边，那我先要回家。关机，回家，好吧，你就先回去了。然后今天天气很好，这个晴空万里，我希望明天也是一样。然后我们的业绩，那我们的国运，我们的家庭事业都能够像太阳一样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